這個就是Bobby歐陽振華，見他西裝乖乖地出現，就知道有大件事發生了。其實這天Bobby在聯同關詠河、黎耀祥、米雪、萬以文、陳慧珊和胡定欣一起拍攝以桌球為主題的10月份月曆。 呢次咧仲係Bobby同埋Esther相隔多年之後再合作拍月曆啊！大家同阿關小姐、阿張太，我哋幾多年前影過啊？哦，好耐，真係好耐啦！我哋好似影過一年，我諗十幾年、10年前都有啦。我負責嚟搞氣氛嘅啫，我引下啲大家開心啊咁。喂，係咯，過往大家影相都好中意錯噶嘛，今次你用一個好輕鬆開心嘅手法嚟 present，錯錯都話叫我錯嘅，你錯唔錯得啊？錯唔起啊！都好嘅，試一個，再睇啊！哎呀，除咗Bobby同埋Esther之外，祥仔同埋米雪姐呢一對好拍檔都難得聚首一堂啊！我每次見到佢咧都好，有一種親切嘅感覺。我都係啊，可能我哋即係大太監咧，即係做主簿咧，真係做咗成幾個月。 咁咪要做住呢個即係月曆個拍攝，諗住點樣present啊？諗住挫樣多啲啊，定係？哇！頭先影相已經好挫啊，樣係啊！我諗住襯翻你哋嘅啫。TVB 劇集創造過唔少經典組合，好似Flora 同埋定欣兩個走埋一齊，自然就會令到大家聯想起10年前嘅衝上雲霄啦。 阿嫂，你翻嚟啦！定欣第一套咧就同我一齊，係啊，咁所以咧佢。 即係由開始至到而家咧，我 I'm very proud of her。 有冇掛住阿嫂啊？好掛住，一翻公司咧，我就會特登過去廠嗰度睇下撞唔撞到佢。咁啊，由開頭又唔係成日見到喎，後屘我又有聽同事講話 Flora 揾你啊嘛，我哋兩個大家揾大家咯咁樣咯，跟住終於都有一日就真係撞，一擰轉身，跟住就攬下狗。 至於第一次參與月曆拍攝嘅蚊蚊就話，拍攝自己生日嘅月份覺得好開心。不過最令蚊蚊興奮嘅就梗係可以着咁靚嘅晚裝啦。我中意呢個蘋果綠色。係有冇事定做定啲準備功夫先？即係通常喺影相，大家都要擺啲好挫嘅 pose， 你知啲 Bobby 啊嗰啲就係。我呢件衫都好難好挫嘅，因為都幾扎喊，即係盡量唔好喐啦咁樣。<笑>